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91集的节目。我在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呢，稍微发一点牢骚啊。我本来今天的话呢，不是要拍这个小玩具的，但是因为有一些事情让我有一点点小变化。我在我的 YouTube 的这个版面上面，还有 B 站上呢，我发了一个动态，大概就是说呢。在台湾也有个叫做 TFND 的论坛的一个 LINE 群组里头，有人呢就在里头啊，是他们的这个站长呢，带了一个话题啊，说我又离婚了。那我又离婚这个事情呢，是因为我在我的个人的页面上，我的脸书的个人页面，还有我 YouTube 的前一篇版面上，我发表了一个我最近一阵子的一些生活的状态的总结。那里头大概是说呢，我第一次呢月入呢超过台币10万元，那这是我的主业，还有我另外两个副业加起来的一个月的总收入。我不晓得你们觉得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，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。那我里头提到说，这一阵子以来，这几年以来，我很多很多生活方面的点滴，还有我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小哲学吧。那么，当然，大部分我自己的版面上看到的留言，大部分都是很正向的啊，认为说啊，就希望我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啊。那我的话呢，在文章里头我也提到说，这几年以来呢，我都是保持着一个没有空去抱怨其他人，我们把自己做好才是最重要的。抱怨天、抱怨地、抱怨命运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。那我好不容易呢，能够撑到一个月有10万台币的收入啊，我给自己鼓励一下。但是这个文章呢，就被这个 TFND 的这个论坛呢的这个站长呢，把它转到他的这个群组里头去啊，然后就说啊，虎符骑射又离婚了啊，然后呢，他们这个里头就一堆人就说又离婚了啊，什么什么这个是频道被盗走是应该的，反正他本来就是盗版的推广户啊，就说我是这样子啊，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大清国都已经灭亡100多年了啊，还有人觉得离婚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而且过去2年，那是2年以前的事情，那为什么我不提？也很简单，就我个人的私事，我没必要提。那也不想讲太多有的没的啊。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，这个事情就我私人的事，就消化掉就没事了。那你们不能就因为我不讲，然后你们就智障就开始编故事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道德啊。我不讲，那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个风度啊，而且。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嘛，这句话我已经在我的几次的节目里头有提过。我个人不喜欢去讲那些就是没有什么营养的话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有一群人呢，对吧？就利用了我不喜欢为自己辩解太多的这个空档呢，就捏造很多不是事实的东西。好，没有关系啊，TFND 是吧？这个论坛很大，在台湾是非常有影响力的。它是台湾海之宝直接赞助的频道啊，号称是全世界就是开箱文最快啊，而且是中文里头呢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分享论坛，是非常有力量的啊。那我也不晓得说我这么一个半退坑的人，为什么还要被他们的站长啊，是他们的最高指导人啊。特别把我挑出来啊，然后在他们的群组里头被这样子把我公审一下，我也觉得这是你们到底在想什么？我都已经半退坑的人了，你们还这样子啊？不要，为什么要活在我的阴影底下呢？对不对？那行吧，那我也已经预告了啊，我会在我1500集的时候呢，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论坛的这几年以来的话呢，他们的职务如何的崛起，还有这几年他们的变化啊。你们这么喜欢刷我的存在感，那我就在1500集的时候呢。为大家隆重介绍这个在台湾已经存活超过13、14年吧，就一个比我还要资深的论坛了啊！我就给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论坛啊，好吧？那1500集，距离这一集1491集还有9集，我会尽量快点更新啊，让各位尽快能够去了解这个全世界开箱文最快的 TFND 论坛啊，让大家了解一下。那么这一款。传承系列啊，不要再讲遗产了啊，我们叫它传承吧。这个 TNO Skywarp 或者叫做闹翻天这款玩具呢，主要是冲着什么呢？它的这个配件，这个配件呢是其中一块零件，另外两块零件在哪呢？就是先前这个 Hara，还有这个裂蜥，或者叫蜥蜴怪人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三个东西的话呢，是可以组合起来的。但是我有点小意外啊，原来
它不是这样子，它不能扣这样啊，它是一定要斜一个角度扣进去，而且它又不能完全打正啊，因为它这里多了一个黑色的凸啊，所以你变成说你只能够斜一个角度，然后让人物去握住，所以它也不是一个造型上来讲还是有一点小瑕疵的大型兵器吧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反正我是。啊，一方面也是为了收集完成这个兵器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是我也还蛮喜欢这个 Skywarp 天钩的这个配色的，它的黑色啊，还有这个整个触感紫色，摸起来其实算舒服了。但是它的毛病，第一个毛病呢，就是，它居然没有奶射线啊，对，玩具是没有附带这个旁边两个这个枪的。然后变形的话是算是有趣了啊，那没有轮，没有底座啊什么的，那模具完全是一样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啊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啊，非常简单了啊。啊，首先的话呢，这个两个啊水平的尾翼推上去，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锁扣的啊，我们就把它给打开来啊，打开来，然后往前面推出去啊，往前面推出去，然后呢这个手臂啊这里。有一个锁扣，把它给解开，这个非常简单。我们旁边打开，然后的话呢，把这个两个胸口啊，给往两侧打开，整个的给开出去，开一个90度。再来，我建议把这个头跟这个脚都弄下来，然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旋转这个地方，旋转180度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大变化啊。然后就其他部分的话呢，就比较简单了啊。我们把这个头的话呢转上来，旋转180度。然后呢，后方的这个部分，它是直接往后翻过去就行了，往上提上来，到这边，再来就怎么样，把这个两个这个胸口啊，两侧给扣过来。我上次拍这个天王星的时候啊，把它扣起来的时候，好像桌上有掉一块碎片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哪里的碎片。有人说我的玩具的某个地方断了，但是我今天拿出来重变，好像也是没发现它到底哪里断了啊。那这个武器的话呢，就是这样子，把它给扣上去。我哎，是一个还算帅气的啊。如果你不细看的话呢，啊，你也不会发现它的这个两个这个零件是 cross 的，是这个打十字的。那帅不帅？我觉得算帅啊，基本上就小玩具。而且这一波的这个核心级的玩具好像叠加还蛮快的耶。我发现好像这两款吧。这个连这个蜥蜴人跟这个 Hara 的这个，尤其是这个蜥蜴人的价格啊，现在也不贵，319块钱台币，这个基本上就等于是说没有涨上去啊。我一直以为这一款的价格会飙上去，结果也没有啊，价格还算是稳定。那这三个的话呢，一起收，我觉得也不算太差的一个组合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算是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天欧的。我最大的发现就是原来它没有了奶射线啊，然后这个整个武器拼凑起来就如此这般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就1500级的时候呢，再来跟各位聊一下啊。我这几年来我很多事情我不想讲，但是你们既然喜欢这个利用我不爱多谈私人事情的习惯，然后找空档给我无事生非啊，给我编造一些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事实。那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